实我觉得也挺多的，就没有必要一定要去。这个节目录了这么久是第一次啊，就两个人来，一个人这么大段的独白，另外一个人就在那儿听着，你心里有他吗，姑娘？有的，其实有的。有哈，那反正毕业嘛，总是一个坎儿，对吧？互相商量着，你是想出国，你想吗？其实我并不是太想出国，因为从我自身发展来说，可能就是我的专业可能也比较适合留在国内。啊，你是什么专业？我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。哦，你呢？我是学新闻呢。要去美国是吧？嗯。啊。要走了以后，未来的这个情感你们怎么延续？你想过吗？我想过啊。我希望的感情状态是，彼此都可以很独立，也可以让自己变得很优秀啊。其实出国也不是说一定就非得将来会留在国外，啊、我觉得可能出国，说白了可能也就两三年的时间。啊，我问问你啊，姑娘，就是你在跟他交往期间。跟你的前男友还有过交集吗？我不用交往这个词，我用交集，比如说有没有见过面啊，有没有互动啊，聊天的互动啊。其实有过，但是不是很多啊。我觉得其实还是蛮多的啊，因为前段时间他有一次大半天找不着他人，然后打他电话也打不通，然后问他室友，室友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，后来晚上很晚才回来，然后他告诉我说他去帮朋友救场，去做一个什么事儿、啊、然后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去那个学校政教处嘛，然后和那个老师聊天的时候才无意中。I think that we've all had enough. What keeps you up at night, yeah? Make all the demons quiet, yeah. We were built to thrive, yeah. I think that we've all had enough. What keeps you up at night, yeah? Make all the demons quiet, yeah. We were built to thrive, yeah.对于其他人来说没有任何的价值，也没有什么意义，但我就扔了也其实也挺可惜的，然后我就寄过去给他，就像朋友之间一样，没有任何别的。你们在一起你过过生日吗？过过生日，但是他没怎么和我一块过。